大家好，我这一颗马蹄莲比上次开花多了2/3，原因就是这一次我改用了2种水才能长出这种效果。大家看，现在长了很多的这个花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，总共开了11杆花。那么这2种水，第一种就是磷酸二荆甲，因为磷酸二荆甲它是属于高磷高钾的肥料，那么可以促进马蹄莲花芽分化。我们使用这个磷酸二荆甲呢，就是在开花之前，也就是这个花芽长出来之前，大概5天左右给它浇灌一次。因为这个马蹄莲也比较喜水，所以要多给它浇水，保持这个土壤处于微潮的状态。那么当这个花芽长出来之后呢，改用这种增根壮化型的，因为这个根发达了才能更好的吸收土壤中的营养。使用这种增根壮化型的话呢，方法也非常的简单，只需要1:1000的比例兑水给它浇灌就可以了，也是大概5到7天给它使用一次。那么等这个花芽长出来之后呢，一直都可以使用这种增根壮化型的有机养液，因为它是一种有机肥，不会烧根，所以大家可以大胆放心的去用。当然了，有好的施肥方法，其他的养护技巧也要跟得上，比如说光照一定要足，因为马蹄莲比较喜光，还有呢，这个土壤一定要保持有足够的水分，不能干，保持潮湿微潮的状态，同时通风条件要好，不然的话呢也容易滋生病菌。好了，这就是我这一颗马蹄莲的一个长出来的效果，我们下期再见。